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。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我们正告台湾当局：台独是死路绝路，金元外交没有出路，任何 逆历史潮流、挟洋自重的图谋，注定将以失败告终。日本政府的人事安排是日本内政，我不予评论。我想指出的是，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。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。 去年前十个月，中国进口总额同比增长30%。